北海道篇。北海道札幌站札幌駅也是市区内的主要转运点。好冷啊，北海道这是夏天吗？现在是几月份？八月份，我已经在冷得在北海道的早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就是以前是投肥镖嘛。对呀。我们没钱，所以去旅游是去旅游。今天游戏的规则是以札幌站为起点，神川站为终点，二人分别投掷骰子，掷到几点就前进几站。到站后需要抽取卡片，完成卡片上的任务，才能继续投掷骰子出发。第一个到达神川站的人可以享受丰盛的美食。这是什么鬼？今天就是第一天去这个仙川，什么仙道仙庄的人可以吃东西。仙道仙庄的人对，还仙的人不能吃东西啊？对，没有什么破节目，因为没钱嘛。太心酸了。西西姐姐掷到了二，而小西姐姐掷到了三。二人的第一个目的地分别是江别站和岩见泽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来了。到了。我到的。是什么地方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选这个。哦，给我看一下。中国之多少？中国之多少？就是随机挑选几位路人，并且让他们回答出三个中国的城市，就算完成任务。有没有人呀？没有人。すみません、今急いで。中国の歌詞で知ってるところを3つ挙げてください。わかんないですけど。すごい簡単。中国の歌詞。どこでも聞いたことある。香港。中国の知ってる地名。上海。ああ、上海すごい偉い。北京。おお。すごい偉い。すごいです。投骰子吧。哦，回去立了，不错嘛。可爱的佳颖，小雪姐姐知道了三，她的下一站是内景江站。挺漂亮的嘛，这个站。就是金刚心大挑战是什么？金刚心大挑战就是选择一个人多的地方。边唱边跳，连续一分钟，考验小西姐姐心理承受力的时候到了。这附近人最多的地方就是那个安德古街，一直都是高位。开始下一个，还早，随风飘扬，还早，浪花里舞蹈，还早，管它海浪惊涛，我却仍然逍遥。浪花呀。人生啊，人生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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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哒哒哒哒，亲爱的你在哪里？我的耶，完成，六就够了，对吧？嗯。开心啊！小西姐姐掷出了一，她的下一站是美杯站，小西姐姐要加油了。她说：“小
你们现在在哪里呢？就是一样的车。车一样。是不是他们也在这？真的这样？对手原地暂停20分钟，就是小雪姐姐必须在当前车站内停留20分钟，哪里也不能去。来喽，3、2、1，嗨！哇，啥事啊？今天有好吃的啦！呀嘿！哎呀，而且对手原地。非常抱歉，今天的业务这个，sorry， 这是什么情况呀？现在12:02，下一个1:28，不错。哎，你去看，你去看过？哎，嘘的说。特急乗ったらもう36分後。啊，特急乗りましょうよ。哎，特急。问一下导演。就是我们要乘下一班车。能等2个小时，所以就是可不可以坐那个特急？就是电车的话，什么都可以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拜拜拜。我们要等20分钟呢。坐30分钟就到我们的终点站身穿。啊，yes。そこの売り場から買うんですけど、あもう業務終了です。どっか移動します。そう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。ここに普通に乗ってもらって、で車内で切符を買ってもらえれば。ああ。もう出来た。やったー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个拖延我们的20分钟。算什么？什么20分钟？我愿意给他们20分钟啦，对吧？对。抽到了天使卡的小雪姐姐有机会转变形势获胜吗？这个不好吧？可以吗？讲一讲吗？偷偷的吗？好吃吗？非常甜。是吗？小偷。这么，而且挺便宜的。嗯，很便宜，确实便宜。580，真的很便宜。雅思。两条350。哇。谁说里面的食物很贵啊？喵！哎，你们在哪里呀？我们已经到了。啊？喵！我们输了。对，你们输了。哎。先去吃饭啦。好吧，那先到了。
对啊，真是。至今一泡就泡到身穿了，现在已经到身穿了，饿死了，饿死了，我们都饿得不行了。现在已经一点钟了，所以我们赶紧去吃饭吧。快，马上。小西姐姐乘坐的出租车的司机竟然也姓主内呢。小西姐姐来到了一家名叫小岛的饭店，这里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美食呢？哇，这个店里面它装饰的好好看啊，有一个鳄鱼和一只，他们有什么吃的呢？绿色的那个叫什么意大利面，好奇怪，为什么是绿色的？将当地特产的西兰花磨成粉，搭配面和米精制而成的意大利面，配上番茄、洋葱等原料调配的特色酱汁，一道健康美味的绿色意大利面就制作完成了。绿色的意大利面，上面是那个西兰花。来，来吃吗？嗯，好吃，好吃。与其说是 pasta， 更像凉皮的变窄的版本。这款西兰花冰激凌又会是什么味道呢？嗯，啊，意外的很好吃，抹茶に。似たような、そう。まあ、抹茶は一切入ってないんですけど。え、入ってないですか？入ってない。じゃあ、ブロッコリーの皮ですか？そうなんです。あの、主に葉っぱの部分を、はい、グリーンの、はい、そこを、はい、お湯で多めに入ってます。はい。あ、いいね、動画。動画。いいね。这个时候，小雪姐姐也终于到达终点了。到了。さっきも乗ってたんだよね、女の人ね、両方ともでしょ、3人。あ、そうそう。で、待ち合わせしてるんだけど。男の人1人、女の人2人じゃなかったですか？女と2人。そうでしょ。うん。ちなみに、一样的出租車を乗車。どうや。で、女の人が前に乗っててさ、ね、はい、私の写真でさ、あれ、名前竹内。ちょっと同じねって言うの？竹内さんじゃないか。じゃそうなんかなと思ってさ。あのね、僕が竹内って言うんですよ。ああ、そっか。そうなんですよ。だから。これも東京だからね。そう。ここでしょ？多分。暑い。好吃だって。過分了吧？太过分了吧？追加料理。追加料理？哎，不够。哇！喵！好香，这很香的。唱的也不怎么地，太香了，真的好讨厌。嗯，这个也好吃，これも美味しい，有点咖喱的味道。跟刚才的面完全是两种风味。嗯，好东西。嗯。品尝完美食，节目组来到了北海道非常有名的景点向日葵之里。这里种植着面积超过23万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，150万株向日葵在夏日的艳阳里闪着金色的光芒，真的是非常壮观美丽呢。真的很漂亮，一二三，今天最大的，我从来没有看过。开心了。
すごい。プロだ。你看，关门了。我本来打算吃西瓜，把西瓜了。今音楽流れてる。接下来的旅途中又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和好吃的美食呢？请关注下期东游世界哦。